干活，吃肉。你瞅着，这就吃啊？你不是一贯的先喝汤后吃肉吗？英俊呐，你就快吃吧，胖虎吃这个盘子里的了。胖虎刚来我家时，可能吃肉了，这一盘子都不够。但后来老吃肉，就差了。你瞅，你吃的还没有败货的多呢。你瞅你，哎。你们一个个的，就是吃多了都，哎呀，连这个鸡胸肉都挑了。偶像，来，继续吃吧，你离胖虎远。不吃啊？过来，偶像，来，果果，你吃那个肉也行，吃吧，果果，咋了？来，果果，吃肉的饭量都减少了哈，对呀，还吃不吃了？喝汤呢，多吃点肉。你有点像屋里坐月子的猫，坐月子的猫都没有你这么懒，还趴着吃，趴着喝。不仅要补充液体，也得吃固体。吃完了你才能追着红眼菌，不然红眼菌打你一下就占便宜就跑了。你追不上它，你该生气。英俊过来，过来了，英俊来，大帅吃大帅的，我给你挠脖子，过来。杨军，快点过来！快点的，来，杨军可能还在听刚才那个外面那个猫哀嚎呢，吃吧。这是偶像在里面唱歌，偶像唱歌没有大帅唱歌有爆发力，有持久力。听到啥了？我差点英语跟你说出来，听到啥了？家伙，一门心思就想袭击大帅。我先撤了啊。